今天非常惊奇的发现，我的金银花开花了。哎呀，好棒啊！你看，这个是金色的，这个是银色的，是真正的野生的金银花，是宁波小姐给我的。你看这一朵，一半是金色，一半是银色。哎呀，真的是很棒。当时不知道它能不能在这安家，是否能够开花，就随便把它种到这个下边这里来了。看杂草丛生的这个位置，也没管它。这里呢是田气，淮山，你看它爬到淮山这里，因为这是后前面是香蕉树、些花树，是没有看到。我今天忽然间看到它已经开花了，哎呀，真的好棒啊！接下来准备插枝，种多一些金银花。疫情之下，这个金银花真的是非常的昂贵啊。我们院子里种几棵，就可以采摘新鲜的金银花来喝泡茶，非常好。嗯，好棒！看到金银花妈妈开花了，赶紧来看看金银花的子女。这是三四月份我随手插迁在这里的，它成活以后呢，因为金银花妈妈当时没有看到它开花，所以呢就一直也没有不知道种到哪里，就放到这里了。你看现在它已经爬到房子的外边了，长得非常好，所以今天看到金银花妈妈开花呢，我倍感鼓舞啊，信心倍增，要找地方把这些金银花的子女安家落户了。希望将来我的院子的前后院的大树下边都是金银花，爬满大树。这是金银花，真的是很漂亮，而且有金有银，这个意头也非常好。爬到大树上，随时我们都可以摘几朵金银花来冲茶泡茶喝。哎呀，太棒了！朋友们好，欢迎来到秋花姐快乐家园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金银花的插枝。金银花在这个疫情之下呢，身价倍增，而且我们这个地方根本买不到，索性我院子里种了这个金银花，这是宁波小姐送给我的，是野生的金银花，一直担心它不会开花，最近发现，真的它开花了，非常惊奇。金银花非常好，它清热解毒的功效，而且呢还有个，明目、清肝。排肝的毒非常好，这个金银花这从小我妈都会经常发，就会摘金银花给我们泡茶喝，非常棒。大家可以在这个房前屋后啊，或者是用盆子呀，都可以种植，非常粗生。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分享一下怎么来扦插，让它在我们的院子里扎根啊。因为金银花它的枝、它的叶，你看它的芽点很长，所以你看一个芽点、两个芽点就够了，不需要三个芽点。那你看这个呢，像这样子，这已经两个芽点了，那甚至是一个芽点都可以插，那就是就一个芽点就可以了，因为它很长，这个芽点很长。OK， 就一个芽点，这也都是今年的叶片，但是也都可以插。那甚至这个尖都可以插，插多一些，它总有成活的。因为我春天的时候就是顺手就这么插，才发现现在已经长得非常好了。金银花呢，它不单是一个非常保健的一个植物，而且呢，我们中国人讲所谓的意头，你看。又开的花又金色又银色，你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风水树，也可以称为它为风水植物。家里有金有银，你看又有身体健康又有健康，那我们还求什么呢？那还是用这个，今天我就用这个叫蟹爪手套，那就搞一个洞把它放进来就可以了，把它摁一下。因为这个土已经是配好的土了，所以我前期节目专门有分享，配了十几盆土，所以现在我就不用配土。最近
这个水，这个盆土也是湿的了，也不用再浇水，所以那这样子点一下这个生根粉，点一下，那看到它白色的，用这个搞一个小洞，跟着把它按实它。希望这次大家可以看清楚，可以看清楚一点。搞反了，插翅不能搞反。这些花呢，就开起来它也很漂亮，它叶子呢也，就是你的嫩枝都可以拿来泡茶的。如果院子里再种几棵枸杞。金银花枸杞茶保健茶非常好，真是保一家健康啊。我院子里也有这个枸杞，下次给大家分享一下枸杞的茶汁。这样子的话，枸杞啊还有黄金菊啊，这些都可以种一些，我这个主部都会给大家分享，就是一些保健茶。你院子里可以有这个色狗，种一个保健的茶的色狗。看，尤其枸杞也是很漂亮。我现在在插这个金银花的时候，又想起了枸杞，就是要在它附近，就是种一个茶园，我们可以一个小的一个茶园，让它有些植物看起来有些层次感。你看这个又金色，又银色，再加上红色。再加上这个枸杞子的红色，再加上黄金菊的黄色，你看整个茶园，想象一下多美，而且它具有保健，还有观赏，还有这个好意头，很多重的功能，多棒啊！真是太棒了。接下来会大家给大家分享这几样。好，你看这已经插好了，满满的一盆，这可以种很多了。前后你看我有两棵大松树，松树的周围准备都种上这个金银花，让它去爬大松树，有空就去摘一些花来泡茶就好了。好了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如果朋友们喜欢我的插枝，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、关注、分享，并在评论区有什么问题留言。谢谢，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近距离插枝，希望能够帮助到朋友们。谢谢。好，插完以后呢，最后一道工序千万不要忘了，就喷一点定根水，让这个水呢，就是把这个根给封住，也叫封根水。之后放一个阴凉的地方，三五天喷一点水。如果是你觉得它干了，一两天喷一点水就可以了。好，在这疫情之下，分享这个金银花的插枝，也祝愿朋友们，身体健康，保重。